好，这碗面的灵魂，胡椒面加这个猪油，看这个东西放进去了之后，整个面的香味就出来了啊。然后再放入这个，买的牛肉冰冻起来的，有牛肉面加葱花啊。多放点牛肉吗？嗯，多放点，反正是高蛋白的东西。葱花。嗯，拿筷子挑一下，挑白的那边。白的这边。白的多的那边。好。哎，对。好。好嘞。多挑一点。肉面，齐娜的热哥在外面自己给自己煮面条。我们现在车里26.6度了，开始慢慢热起来了。为什么我没有给肉哥煮呢？因为我要泡一个白咖啡喝一下，枸杞。哇，阳光洒在了我的面上，感觉这一碗朴实无华的面顿时升级了。有阳光的加持是吗？对呀，老牛掰了。来尝一口啊，尝一口。哇，太香了。肉佐的花溪牛肉粉煮好了，小心烫。哎呀，房车就是这么方便。小两口吃饱了喝足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收拾。一定是要把这个里边的这些渣子啊，全部都先赶出来。赶出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到房车里边水槽里边去洗，这样的话不会有这些渣子进入水槽，这样的话水槽不会臭。其实夏天待在这样的大山里边真的是很舒服的，听着水声，吹着微风，在树荫下面的话它是很凉爽的，非常不错。好了，我们全部都收拾好了，现在和肉佐要去镇子上一趟，这个线就不收了，但这个线给它收进房车带着走。为啥？因为这个线如果丢了的话，我们车就没法充电了，这个线丢了还无所谓啊，把它放好。我们现在要开车去镇子上一趟。家们，拿身份证登记一下。要身份证吗？我现在把车停到这边来，因为肉佐在那边买菜，那边停不了车。那好像这个地方是要收钱的，多少钱？啊？多少钱？我不下车啊！我不下车，停在这里多少钱？我在这等人。等人？对。你等我好久啊？
喝了二十分钟，十多分钟，二十分钟。二十分钟要那个，要收费的嘛？啊，好钱嘛？五块钱。五块钱？哎，好吧。我把单子开了嘛？啊？你要人？我就人在车上。人来得早的话就，就你就不需要给单子了，不需要给钱了，十五分钟免费。哦，十五分钟是免费的，哎、是吧？超过十五分钟就一秒钟都要五块钱，一个小时得五块钱。起步价一个小时五块钱，我就给你五块钱嘛，无所谓。不得行，我不敢收的嘛，你说。啊，你不敢，俺们你就计时嘛，你就计时，我一下看走不走嘛。我把单子开了就养的几十个那单子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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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时候你把那个扫到这个的就得了。啊啊，可以可以，好。是正规收费的，前十五分钟免费。我们在这等那个肉桌。好了，周卓已经买好了，我现在过去接他。在这边停车五块钱，作为一个小县城来说的话还是挺贵的了。但是他们这个县城啊，因为路啊地比较少，就能建停车场的地方很少，所以说其实也可以理解。如果说不收费的话，这个大家都在抢车位乱停乱放，这样的话反而不利于管理。过来接入座了，满载而归。啊？我说满载而归。你在录 MV？ 我靠！我说满载而归，你说在录 MV， 我靠！